应该叫你讲是要提升咱台湾人的素质的这个团体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当初的成立是不是哪也是这个想法？我嘛唔知，正他伊是总会长啦，伊就是伊就会号召啊，但是伊唔像咱普通的，那个绿色的团体拢真激进，讲要。我唔是绿色的，我知啦，我真是讲都。一般啊，你说拢较资金派，像咧像咧海淀啊，像你像哪嘛，你像阿明叫你啊嘛。咱啊，拢卖想着政党哦，那卖为政党这个方向去思考。你感觉讲，咱成立这个台湾人这个学会啊，什么学会，都甲台湾有关咧？恁的动机，恁的动念是啥物货？无啦，以你家己的动念啦，迄知啦，迄张多么 OK 啊！电子游戏啊，我知迄张多么 OK， 我 OK 啊，因为我有头来显者，甲一般政党差不多，因为伊看的拢是这代志。但是我是要请教讲，像你当然是会参加，像你家己的观念内底，你的认同是因为你啥物概念要入啊，还是概念较对哦？那加贵啊！哦，研究对白啊！对，研究对啦，啊，就算大家拢同款支持，我咱讲，因来讲支持台湾，认同这个台湾，啊，你袂使啊！啊，就是朋友之间，就伊有咩？我甲你讲，即摆中国人伊嘛做认同咱台湾呢，全世界人拢做认同咱台湾呢，安尼变喏。咱即摆是对的，是因为共产党，但是因中国人民，咱甲伊嘛，因中国人民，咱甲伊嘛无啥物关系，大家。啊，问题伊嘛是做爱台湾啊。对啦，我真是讲。伊嘛过来咱台湾嘛是带咱台湾人啊。无啦。啊，伊嘛讲伊嘛台湾人呢。但是伊即摆过来。哎嘛，做个讲台语呢？不然一过来，阿伯那选举的时，都将来拢变成。你可要选吗？你可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吗？不是讲要选不选？马英九伊嘛是。伊是中国人啊。中国人伊都唔走，伊哪法度？伊要走啊，是恁爸要走啊。哦，遐简单嘞咯。所以恁拢看袂出来发生什么代志哦？看袂出来，我看。啊，你是看？因一定要走啊！啊是台湾人唔好走，因为你去抗议，就是表示你认同伊是你的总统。啊，恁来，叫你讲就明仔日抗。本来就卖差袂啊！本来你袂感觉恁大概抗议伊拢无出来吗？伊大概拢游山玩水，啊恁都要抗议吗？你若去北，伊就雷人。对，啊你都感觉。对。啊，结果大家嘛是搁安尼啊。啊，我嘛拢爱观察啦，我奇怪，拢啥物人咧撮头？伊都我嘛未晓，来讲都反正都有样个招揽啊，像我那边大家朋友招朋友讲，阿要去阿话是报道好玩的新闻。对啊，做个重点嘛好玩啊。你讲咩好玩？我今仔是嘛咪纯粹来吃啦，今仔是星期日做三地门啊，屏东三地门。哦，我知。啊，再过去六堆，啊，再一个。系啊。啊，几乎我已经来吃来两三届，当年我拢来，几乎当年都。啊，拢是。哎，他们就利用中秋的前后都会办一个音乐会啦。啊，顶礼拜都风台，无本来是九二必来啦。好，阿玲就耍这时间来。哦，其实台湾人足高义，足善良啊。我有安尼请来采访，我讲台湾人上善良，但是足高。我看报纸是咧讲，台湾人唔是讲善良对个，但是一个奴隶性啊。嘛唔是。无真正，因为我想奴隶性，可比讲上班啊，出去咧，讲做像咧选举是讲，叫伊讲，伊就讲做。有人咧穿咧外口咧，啊你算到啥物人共款？我嘛拢爱。无啦，我无算啊，我无爱啥物加算计啊。一般吼，像这咧算计咧平时啊，你讲讲。和平呐，台湾人和平歹讲。无啦，伊长期长期以来拢吼受了，比如荷兰啊啥，你拢受了怪。无啊，荷兰啊，无啥管着啊。啊，都穿。那是个海岸线尔。啊，清点嘛是海岸线尔，总是所在管无着咧啦。无伊嘛无认同咱台湾这个土地。什么人？清朝伊阵嘛无敢。伊无法度管啊！伊连皇帝嘛捌来过台湾啊！啊，乾隆来台湾咧？无啊！你听上讲伊捌来过。无来是电影，还是讲怎么样？那是电影，亲家甲你讲诶。哇！乾隆。乾隆捌来过。唔系，庐江南面啦，无来台湾啦。对啊。来，啊，你什么人都有来过？啊，是讲什么？有啦，戏剧咧做是讲什么？贾建军嘛无啊，嘛无，哎嘛是戏剧团做的。所以完全无啊！日本天皇捌来过台湾无？捌。对啊。日本天皇。有来甲无来，什么差别你敢知？到底，哎，就是认为讲这个土地是要。不是认为，是正正确确，咱台湾的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是完全是伊的，所以甲咱建设甲足好诶，包括甲咱教育建设。
所以美国甲咱轰炸，这段历史你嘛唔知吗？美国轰炸，对，我知，那唔知。啊，为什么甲咱轰炸？米二九 M。对啊。米二十九啊。对啊。啊，你拢知为什么你会去甲中国有关系？甲中国连一段关系都无呢？对，你讲的唔对，就为讲。那是因为美国叫中国人来管理咱台湾，啊，咱台湾人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呢？中华民国就是中共呢，你敢知？无啦，昨天我知，因有讲过。不管是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在台北啊，是啥还是啥？中华台北就是中国流亡在台北啦。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。对啊。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啊，这两天报纸一直报，恁看无吗？等一下。昨美国一定宣布因发新的美国美金100块啊，迄美国100块的美金，就是要咱台湾人用的，你敢知？你拢唔知？我唔知。啊，所以你去甲恁台湾人的这个协会讲一下，恁俩嘛看报纸，恁拢这完全拢唔知代志，台湾咧发生什么代志，啊，甲人咧抗议，啊，甲人伊啊咧讲你爱台湾，我讲中国人佫愈爱台湾呐，因我爱台湾呢，比恁佫较爱。